一个字，乱。每次我进这个屋子，我都浑身难受，东西太多了。畅畅，咱们的年前大扫除从收拾玩具开始吧。然后我今天我想着把这个帐篷送给你们那个同学啊，那个同学不是特别喜欢吗？咱把这收拾出来好不好？拆帐篷。开帐篷。对，彤彤，把不要的毛绒玩具扔了啊，喜欢的留着好不好？我在这里拆棍子。拆吧。别把自个儿压里边了啊！好。彤彤，你这个娃娃也不要啦？那个黄色的？不要啦。啊，随你吧，好吧，随你啊，不要了吧。随你啊，那啊，帐篷塌啦！畅畅，你拆反了，畅畅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上面的蝴蝶先摘下来，有针。彤彤，你姐真会装。畅畅，你感觉这里宽敞吗？宽敞。一会儿把它毛绒玩具再洗一下，它就干净了。嗯。彤彤，西西啊，你们俩在干嘛？玩。彤彤，我们用这个做解压球吧。好呀，妈妈，看姐姐做的解压球。她创作的。哇，还有声音，还是拼色的，姐是怎么做的？我不知道。走着，姐再做一个好不好？好的。拿一个气球在这儿剪一下，然后在里边塞入海绵。跟着畅畅来学做解压球。哎，坏了。对了，尴尬了啊！重新来一个。没有事，还能装下呢。哎，还能。还可以用吗？对，再套一个气球，看就好了，是呗？还没弄整齐呢，做的不错啊。然后把这都收拾了啊。再见了。拜拜。